小兰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收到，请回答。哎，这最后一段吗？好像才过两分钟而已。记得是快速要用金条那一个哦，用金条那一个哦，快速哦。好好好。月夜知道吗？月夜，月夜，开始往前冲了，好，完了，快点，开始做了吗？开始了，然后开始做。我还要去打电话到办公室了，我又不跟人碰，我们两个又不讲话。王应该在这里面，有吗？看到了吗，王？三天四天之内我就去了两，有看到吗？对，沿路留一两个，一两个保护他们，应该没了，应该不会太慢，快去。对。王还没出来吗？路上留一两个，不用全部往后，等一下他们就半路被人家打死了。我已经拿了一桶过来了。你应该先给他们拿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盯着他们了，免得他们拿错。算了，你去拿吧。你已经拿了就进去吧，拿了就往前了，往这个。去看他们那个帮忙。对，请那人拿了吗？拿了就可以，拿了就赶快拿了。啊，谁制作四分钟的？有人制作错了。我已经改掉了。金哥往前喽！我知道。Say， 你们往前，你们往前了，这给他们拿就好。木姐，你们往前了。天空鱼，你们往前了，去支援了。小兰拿就好了。加油加油！这是什么王啊？我祝你进去了，这边给月月拿。好好好。对，然后我们其他人保护他嘛，这样才有参与感啊。王竟然不见了，那情形啊？正常昨天也有王啊，今天为什么没王？还是八点？他改八点啊？因为今天做完应该会变八点。哦，我们已经打进去了。哎呀，哦，我们已经快通过去了，哇，也太多了。对，他们说王好像在前面的样子。有啊，出来了。没有，出来了他。爷爷，你直接给我站在那个油桶旁边准备拿了。对，我开始卡了，我确定王在前面了。
杨护翼给月月拿。月月快点，十五秒了，剩十五秒了。月月，你没有动。月月，你动一下，我才知道你没有动。对。咦，这网了。啊。被拿进去的了啊！不管了。走了走了，没事，摸姐走了，要等到佢十几秒，快快，月月，来来来了，月月走。大家走吧，别人帮我解锁，小心哦。然后就跑不过来。第五个修好了，第五个修好了，前进前进。地上的箱子可以拿，有宝箱，有经验。小心月月被打了。对啊，我月月你快冲。Go go go。快快快！跟着莫姐。莫飞。嗯。你两个衫拢无披。嗯。太干涩了。那护送莫姐了。三十几个人出来了。喂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到莱文市了。我姐最后一个光点，集火，集火打完。我姐来了，快点，要把要他，我姐靠近前把王打死。我姐，你直接过去修。好，我姐快点，太晕了，对。秒差秒差，看能不能第一时间修好了。秒差秒差，加油加油！不用打他了，不用打他了，他昏倒了，他昏倒了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修好了。对啊。基本上其实没有没有，就过来一个人讲包吃包，包好给那个人啊，你不办嘞？这个你觉得怎么办嘞？一包拿回来，把那个包。明天应该是明天，明天晚上。出来啊，王飞，我在这里啊，怎么了？二十四小时后会怪物会卷土重来。什么？我们俩一起加几波啊？没有，我要先打了。大家今天睡好睡，今天他睡饱啊，把武器修好，明天又要来，他会睡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看看这里哦，那绕一绕看一看，看附近了，可以逛逛。哎、欸，这里就没摩托车了哦，然后有主角的。那出来。哦，这双人好大、哦。
这门口是怎样？灰亚狼就对了啦。这也太大了吧！证明他用了多少金条去买下这块地的证明。对啊，这真的有够大的。甚至开始怀疑，真的会有人去买。有啊，黑色已经预定了。黑色说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黑色就说他要了。有啊。哎，狼师在隔壁耶。天哪，大神这样，有毒吧这个？你看旁边莱文士哦，看旁边的路出去是莱文士哎。那我们也进不去啊。还没开通啊，你还没进攻啊。哇，如果进攻完之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带来。对，明天进攻，明天防守战了。明天就最后一波啊。对。那欧多拜就可以骑了。我想看平民住的房子。啊？我想看平民住哪里。哦，平民啊。我们没有住那里啊，我们一样住本岛啊。我们又没搬过来，那是有钱人住的地方。哦，我们这边已经被隔离了。当知道是从这个城墙。哎，这里好像是我们那个刚打那个进去莱文士时那个地方哎。对啊，就是另外一座城墙。这是另外一边的。对。然后这个郊区都是我们的了，这个郊区好像都是我们的。旁边这栋大楼是我们住的吗？嘿嘿，我们一样住本岛啦。哎，住大楼哎，住猎塔了。这一次我们不会搬家，我们不会搬了，那是有钱人住塑胶的。然后看他们是分配，像有些营地是分配市长啊，分配什么的、啊，或者什么服务多的干部来住的、啊、都有。哎、欸，有没有可能之后那些僵尸结果已经出来了？这里面是铁门那边。我们的米粒呢？我今天念福利可以。我都站在你旁边了，你要传送？笨蛋！我后悔刚，我后悔一开始没走去啊。这边是另外一个图，之后就会连通了，应该是明天那一波。阿秀那个女生几乎之后，连着会来我这边支援。王一搞那个。我没有住不住，其实我也想啊，每个人都想啊，但是也不好意思说啊，我市长我就要我的啊，或许你们也觉得说啊，啊你市长你对啊，哎，这可以接话哎，睡觉。我记得一样本岛啊。